起床了，朋友们，昨天晚上是在这个加油站这里露营的，把所有的电全部充满了，用了6块钱。现在就要离开这个加油站了，这个加油站叫小海豚加油站，工作人员挺好的，也挺善良，非常的热情。他们还叫我昨天来到这个里面休息，里面有空调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在贵州省铜仁这个玉屏县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厂家让我过去，可能这两天我可能要停更一下了。我现在要去，去那个厂里面看一下那个车子，他说他那个车子比较好，我想去看一下，了解一下，说不定后面就要换车了，朋友们。现在该咋整？我准备要出发了。首先一条，我要把我的小铁锹给寄存在一个宠物店里面，可能要几天时间去看了，然后再回来。然后如果车子可以的话，让他那边的车子发物流到贵州铜仁这边来，然后我就继续用他的车骑行到西藏，然后从西藏骑行到新疆、内蒙古、黑龙江，然后整个中国转，骑行5年。朋友们，看能不能用上他的车，现在我们拭目以待。哇，下狂风暴雨了，朋友们，这下该如何是好啊，不要漏水啊，里面千万不要漏水啊。我看一下这边，哇，这个雨水下得好大呀。还好还好，快快快快，我的衣服打湿完了。我要找一个那个雨飘不到的地方拿雨衣。这里不好了，哇，这个桥这里那个水飘过来了，哇塞，穿上了雨衣，裤子没穿，裤子穿起来太热，反正我这个是短裤，没关系，到时候湿了就把它一换。这个雨衣穿起来挺合身的，大小也正好。找个粉吃一下。贵州的羊肉粉。吃完了羊肉粉，现在出发，手机包起来，不然会打湿啊。这个雨下个不停的，我穿了雨衣，没事。哇，铁锹里面能打湿吧？把雨伞给铁锹那边遮起来了，这样子骑慢一点，不能让它的笼子里面进水了。我现在又骑了这个玉屏县县城来了，我要找一个宠物店，把我的铁锹寄存在这里，寄存几天。这个旁边还有一个火车，那里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老板，我到你这个爱犬之家这个店铺这里来了，能不能？有什么事啊？不是那狗说寄存在你这里啊，找到说的。你在哪个地方？在玉县门口。是这里吗？好，走。这是土狗。走进去。来。可能要寄存好几天了。朋友们，我把这个狗已经寄存在这个宠物店了，然后关的这个笼子比较大一点，它这个下面笼子大一些，上面笼子小一些，它就便宜一些。
然后这个大一点的就是那什么贵一些，我让他有活动，别笑别笑别怕，我出去几天就回来就把你带走，听到没？别怕啊，你就在这里听话。这头上是什么粘的什么东西啊？听到没？过两天就回来了，好，知道吧？知道没？过两天就回来了。刚刚弄了一碗水，一碗狗粮过来了，铁枪。哦，这个寄养的话，我们只是寄养啊。如果生病的话，我们不负责啊。生病？嗯。那是他带生病的东西，他生病了，我们这里不负责。你这里应该不会生病吧？这个地方。应该不会，但是万一生病了，我们不负责。我试试。铁枪，我过两天就过来了啊。但是这里，我在这里刚才陪了他半个小时了。他刚开始有点不适应，发抖，陪了他半个小时，现在好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哎呀，在这里陪了铁锹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，就出发了。过几天就过来把他领走。哎呀，这个地打滑呀。嗯。猎犬之家。到铜仁南站还有5公里，哎呀，心里面忐忑的很呢。始终不放心铁锹啊。早上下雨，现在出太阳，哇，哎呀，不过这个雨衣挺实用的。到了，那边就是铜仁南站。我把车子停好了，带上我简单的一个衣服还有水，出发了。这个云看起来好像在地面上一样，好漂亮啊。对面就是各种山，我票已经买好了，一会就要进站了。现在是晚上的11点，到了长沙站，现在正在要转火车。朋友们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三轮车厂里，这个车子叫波士顿，名字。现在，朋友们，这个车子。朋友们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三轮车厂里，这个车子叫波士顿，名字。现在，朋友们，这个车子在这里样车。我拿工具吧。哎呀，坐调一下，这大点行。这个车子靠背这个就有一个弧形，我坐过了，已经靠起来很舒服，很贴。然后那个这个链条啊，是那个粗放的，也是那个摩托车的链条。这个就厉害了。差速器。它这个是有差速器的，差速器就是说你转弯的时候不会翻车。对，转弯半径尺。然后电机啊，我来这边为什么换车，就是因为要加大马力，就是它的这边的电机啊可以随时更换大的，就是电池也是大的，电池也是大的话呢，它跑得更远。60安的，60安大概就是说，它这个就这一块电池可以骑300公里啊。如果再加一块，不是牛逼了，更厉害了。跑600，就这块电池它也不大嘛，面积也不是很大呀。就是用的进口的，韩国进口的 SK 的电池。啊，这个进口的是吧？它这里是有一个钥匙锁住，放在这个地方好拿，放在这个地方好拿。之前那个是放在下面，哇，这个腰不好的人还拿不出来。这个位置放的刚刚好。它这个。这个是那个装房车拖斗吧，它这个是，你看它这个设计的非常好，连拖车的那个钩子都给你搞出来了，它这个拉在这个主梁上，车子不会拉变形。哇，这个设计的非常好。然后它这个架子啊，宽度啊，之前我那个是放在这个下面，就是装不了东西，装的少，它直接给你搞到上面来，那这个就厉害了，承载物就厉害了。这个装底棚费，装太阳能的。哦，它这个还有一个空心给你。一边一个哦，装那个太阳能。哦，我这里还有一个这个车太阳能，我就是非常喜欢这个。我上次看了他们那个胡子大哥，就是老包啊，他这个上面做那个引体向上，扒在这个上面，他这个非常结实。哇，这个骑行呢，就骑行起来就是说续航这一块，它可以就是说你全体只要有太阳，就是无限续航了，因为它这个可以一天充2.4度电，这个是充满电的话是2.8度电。2.8度电，你不可能一天把它全部用完，所以说你一天它骑300公里，你一天骑60公里，你完全就是说你每天都是满电，非常棒啊！这个是升压器，升压器啊，这个充电，充电的
控制器啊，控制器，我看你这个控制器一直接，哦，接到这里来，哇，它这个直接就冲到里面去，太棒了，这个设计的好啊，这个可以。等一下我来试车，朋友们，等一下过来试车。这个座椅可以调，可以调的，调到最大。嗯，个子高个子矮都可以骑，1米5至1米8吧，1米9到2米的身高。哦，1米5到2米的身高，这个范围非常之广啊。等一下我来试这个车，朋友们，这边的大哥正在调这个。我先不全踩了，你先骑一下，然后我再调那边。好，他再调一下我适合我的身高的一个距离。先起步就要知道前面。我现在朋友们现在试一下第二辆车试一下这个。有9档，哎，你挂到电档可以挂到9档。我现在骑的是4档，我挂9档试一下。对，它这个有9个档。我来骑9档骑一下是怎么感觉？对，这个还自带转向灯的。自带转向灯啊。OK。这个9档就九档是最快，最是。这比电瓶车还快、啊。那肯定的嘛。厉害了，这个有快有慢，这个很灵活啊。这个我对年轻人就比较喜欢玩。我不骑九档，这个太快了。铃铛哪里啊？铃铛？啊，没有铃铛，有喇叭。喇叭在这里。嗯。喇叭。对手要放在那个刹车上面去。给大姐试一下这个，我把中间给我先调一下。刚才你看那个灯，它一进里面一黑的话，它就自动亮，感应的。嗯，刚才我试了一下这个车子，哇，它这个调的档位越高，它速度跑得越快。九档的话，它跑得比电瓶车还快。它这个最快的速度是多少码？50码。哇塞！你如果想别人说追赶你的话，你开玩笑。你如果骑别的什么牌子的，你过来追赶他试一下，你觉得连不上？电瓶车都连不上。刚才我试的那个速度，一下子就冲起来了，好快哦！但是你如果不想太快，你就把档位调低一点。这个设计的非常到位，这个越骑越喜欢了，朋友们。然后它还有一个优点，它这个是灯啊，是一个感应灯，它到晚上的话就会很亮，白天的话它就是跟汽车一样，是一个日光灯。这个灯就是这样的，很人性化设计的。哎呀，这个搞得好啊！这就是没有 不对比一下不知道啊，一对比你就会吓一跳，真的。你看这个表的话，那个就在你这个肯定智能化高档一点了。智能化的这个这些按键开关，嗯，它跟那个的话呢还有转向灯，嗯，这个是转向灯后面的，嗯。你照一下后面给你、看一下，对，啊，这个转向灯，对，对，这个是刹车灯，都有。啊，它这个智能化，主要是它这个电池啊，它是搞得稍微大一些的话，骑300公里，它看起来也不是很大，这个电池也不是很大，挺好，适中。这种是最标准的，我感觉是这样最好的，太大也不行，太小也不行，就这样适中，骑300公里，对，非常。喜欢，这是他们厂里的一辆房车，这个是他们测试用的，然后我们开一下门看一下它里面结构是什么样。哇，这里面可以吧？我看一下啊，这里面可以放东西，放行李，放一些行李啊，挺好啊。然后这里面坐在里面看一下、你们睡两个人都没问题啊，这里面睡两个人，朋友们。
来，这里你看，这个是宽度是多宽呢？一米二宽，这个完全可以睡两个人了。来，来，朋友们，你看我睡这边，这里还有这么宽了。这个是两米长，应该是两米长，两米二。它这里是坐起来的一个枕头的一个台阶，坐起来的刚好符合前减制。它这个不高不矮，刚好适合一个枕头，太高又不行，太矮又不行，刚刚好。这个设计的，它这个设计的其实是一个非常人性化。哎呀，对，外接电源，然后把这鞋子拿掉以后，就是可以几个人坐在那里也可以。哎，对，我很喜欢这个房车呀，我都想把这个车子拉出去出发了。这下面呢可以放外接电源、收纳箱啊、锅碗瓢盆都可以放下。还有这么多这么大一个储物间，在这里面木板一垫，你放什么东西都可以。嗯，最好是装那个收纳箱啊，这有300高。300高，你有220的那个收纳高度，收纳箱就可以，能放不少东西。就是收纳袋，衣服装在里面，什么东西用袋子装。箱子装的话，它又增加重量。收纳箱塑料的，很轻的，才1公斤不到。嗯，这个非常好。它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减震的一个，还有一个弹簧，看到没有？它骑行的时候遇到路不平的时候，它这个还有一个像一个转向，也可以转。它这个比较单独的一个那个悬架的那个转向结构。这个设计的非常好啊，有弹簧减震。这个它这个上面还有太阳能板，可以解决你日常所有的用电。然后它这个窗户没有的话，就是它开了这个窗户，这个洞。装空调，给大家的还是用空调为主。装空调哈。对，或者弄个那个小空调放。小空调，对，小空调，空调放在哪里呢？空调可以放在这个下面，放那个在这里，放后面都行，这里都可以放。这前面也能放，前面有个空间，有个很长的空间。啊，这个呢，在这儿呢，对，这一个封死的空间，把上面盖打开就行，全够了。它这个板子很轻，然后就是一个防刺的，里面是用那个帘子搞起来的，这很好啊。哎呀，北方可以用那种 PC 的保温板，这是南方，这个适合南方。这个车很棒，真的很棒，这个门。那门，哎，这搞得好，真的搞得好，这个睡两个人真的一点也不挤啊，兄弟姐妹们，设计的非常好，装个空调，小空调，那个小空调2000多一点点，是带那个什么，一晚上，不用机器，就是一体的，有可以用分体，下分体是更好，分体的更好，它那个是。他那个空调他们都有用过，大概也就是跟你那个电池差不多大。啊，对。然后放在这个里面，然后里面很凉快，因为你空间就直接这么大嘛，睡觉很凉快，你还盖被子。现在跟我们这位包工程师啊，包总过来车间里面参观一下，他们这里是全部一体化生产，没有说去走外面的什么加工厂啊，搞过来组装。我们点焊。这是点焊。在这个模具上啊，把这个所有的一个。灯光夹具，嗯，设置好之后在这边进行点焊，烧焊，你看到没？他们自己全部在这里烧焊组装。为了整一个产品的一个统一化嘛，所以说这个模具是专门用专人去管理，然后去做一个点焊。所以说我们出来的产品就是500台和1000台的效果是一样的，就说它不会说有什么尺寸上的公差啊。对，好，它这个才是叫生产车间，朋友们。这个真正的来到了源头工厂，市面上的那些我感觉好像他们都是组装的，然后生产嘛，他是去找人家代工，这边他就是全部自己生产，很灵活。然后我为什么来这边，他因为他们我要增加动力，他们随时可以增加动力，别的地方他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要重新弄的话他不会弄的，为了你一个人就开模具要花很大的成本。这些是打磨好做好要处理之后，现在是准备进入我们烤漆房的，这边是烤漆。哦，那边是烤漆房。对，这边是烤漆。啊、哦，这边搞的。然后我们上二楼是组装。好，朋友们，我现在来到他们这个二楼的车间，这里有一辆小房车。没有装外面的一些那个墙啊啥的。对，它这个车子很轻，朋友们，它这个就是这个材料是铝合金的吧？铝合金。很轻，然后比我目前骑的那辆白色的要轻，它这个好像看起来更结实。这里的话就是
有一个储物间，可以拿出来，里面放一些简单的锅碗瓢盆、行李啥的，放在里面。然后它这个宽度是1.1米左右，它这个宽度是上面按照太阳能板的宽度。我就感觉非常好啊。然后你自己改装的，这里面还可以做隔板放衣服。这里，对，这两个要说脚放在这里不影响吗？这两个地方，要放一个那个木板，对，隔板。然后这个放一点，然后这边就搞一个小门，这里两格嘛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大家可以拿那个1.1米长，然后350，然后的那种收纳箱，都可以放那个隔板。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是门，那个门锁起来了。大家如果有朋友喜欢，就可以说这个可以定做。我这个觉得我有点偏高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来，1.2米，你只要做1.1米高就行了。因为你这个1.2米有点偏高，因为坐在上面风骨大，要把那个心脏这个如果改一下，能不能再改？就是降矮一点，搞不了了。除非星座。星座有点麻烦，星座也不麻烦，星座有点麻烦，我想去拉着就走了，直接托运走了。顶脑袋，然后呢，我这个上面如果是我自己加装板的话，可以放一些衣服啊，衣服对，还有一些日用品呢，可以隔断嘛。然后因为我下面这块，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脚伸在这里是不会影响的嘛。对吧？如果你全部封起来之后，我脚就会受影响了，这意思。对。所以这个空间也是利用起来，就说下面是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可以装窗户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想搞个窗户。可以啊。搞两个窗户，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。肯定可以啊。然后进入高温500多的高温之后啊，它把所有的分离子啊解剖了，就说让你那个像简单粗暴的讲，就是让你这个汗的帽子差不多了。然后瞬间冷却之后，它就给你融在一起了。程度达到。就凝固在一起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一弹起来，嘡嘡响的是钢琴已经够了。如果说僧侣的时候，他是弹起来是砰砰砰闷声，不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说作为产品哪有那么快？它从一个工装设定、图纸设定，包括一个整个一个制成效果结束以后，到你手中的时候是完整的东西了，不能说有任何的一个瑕疵哦。其实这里软了，哎呦，这下去了，那就不对了。我们烤漆是对外的，就是说自己厂的东西和外边的加工都可以烤。对外的啊。这边的烤漆。现在到这个喷漆的车间，哇，这些。这是3号车。这是3号车。正在打底漆。在打底漆。哎，打底漆。这个喷的不能碰。哎，是湿的吧？是白色，但是正在打底漆。哦，那边在喷黑的。整个全是自动线了。自动线，在这儿你看一下第一个喷盘，这个就是一个自动第一个喷盘。现在中午他们休息时间没有开啊，它所有的是用稀释的一个电子方式。对，这个是喷漆喷好了后处理吧？不是，这边就属于是等于第一个喷盘出来以后，很多的死角的位置，再人工去再补一下，哦，补箱啊。这是无尘车间，哇，这边就凉爽了。因为现在我们所有产品上面的 logo 啊，无模标还是水转印标，在这个房间里面贴，贴完再进入装在中央空调。哦，空调对，中央空调，难怪这么凉快。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车上有车标是在这个车间操作的哦，它商标啊贴这种商标啊，就是这个车间完成。有一些贴完以后的话呢，还要放到炉子里面去进行二次的去烤让它更加对，把标都是烤在里面的嘛贴上去以后的话呢，打了那个精油以后的话呢，就自己烤到烤漆里面去这边就是一个喷漆的一个车间，那边是无尘车间，做好了之后，从那边有一个滑道，一直滑出去，滑到另外一个车间去了。这边搞得非常的立体化呀，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。哦，烤漆烤就钻到上面组装线了。钻到组装线那边去。这里有一辆这个自行车，它这个是装的中置电机，听他们说就这一个中置电机要4000块，4000多块。这个车子都是出口的。说到美国吧，啊，
个车子很好啊。现在来到他们的三楼的一个样品间，这个场地样品间非常大哦。哇，这个电助力，哇，这个是带电机的电助力的，这个是全部出口的吗？全部出口。这个是四连杆，避震的。啊，这个还是中电机哦。对，中继电机。啊。就是比较彪悍。这个看起来好霸气哦。这边全部是出口，你国内卖不卖？国内有卖吗？国内这款有。这一款。这个皮带轮的。哦，皮带的。一般来讲的话呢，没有几个商家做皮带轮的。皮带的好一点，是链条的好一点。这个皮带轮，链条的。皮带轮的话，这一套共要600多，这贵啊！你这些如果卖国内卖不卖？啊？卖国内。国内的话呢，我们到时候会挑个3到5款。3到5款。对。卖是可以卖啊。啊。上面那种就是公路车、自行车。啊。那个公路车。公路车。这个胎很小，这个跑得快。这个跑得快，哇，这个很灵活呀。这两就是三轮车，这可以带人，带人。坐上来，我想坐上来的时候的话呢，我就这样上就不好上，我搬开以后再过来。然后这个地方放脚。对，这地方放脚，哎，这比较设计非常严谨。对，这个锁住怎么锁？这里一按。对。啊。你想，我想出来怎么办？出来又不好出的情况下，我先把这个搬下来以后再下来。嗯。那就轻轻松松的就下来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方面。像其他类型的一些产品，它是上去的话就很难上。嗯。也就是说的话，我要找一个人的话呢，要上去，首先就打开这里。嗯。打开这里，先过来以后坐下来以后，把这个一锁紧，它就 OK 了。对。脚一放，它就可以。对，这个也有拖车钩啊，都搞好了。这个设计的挺如果的话，前面的那个人骑的累的话呢，不想让他骑的话，你后面这个人也可以骑。哦，可也可以。我就助力他抓前面就好了，他负责出后面这个人可以助力。啊、哦，对对。骑的时候，对前面那个人就不用出力了，对你就掌控好方向盘走就好了。嗯，然后他们这个还有减震呢，还有减震插锁都有。坐一下，看一下，你再坐一下，那锁住了。啊，锁住了就不会了，对，对对对。这边是直播间，啊，直播间这边就是这边的一号，波士顿一号，这个是最早的吧？这个最早款。最早款的，最早款的电池不大，小电池。这个20多安的，22安的。啊，这个是。我们之前是三组电池的，现在这个是多少伏啊？多少伏的？啊？多少伏啊？48伏的。48伏，啊。你现在搞的那个大一点的那个要好一点。油啊，这些公路车这些的话呢，都是很高端的。嗯。你看它的牙盘。嗯。它的牙盘呢，用了有一些用了苏联的一些套件。嗯。你看，基本上这些很多人都没见过。嗯。那么小。这面从生产到直播间全部一体，没有什么存在什么一些什么去外面去搞一些配件过来组装了，他们都自己生产，非常棒。当然其他的地方我也看到过，都是从外面搞过来，然后自己拼接一下就成了一辆车卖给大家。这里是实打实的工厂，这次我了解的比较彻透。然后接下来我就会骑着他们的这个三轮车，带着他们厂里的小方车，准备骑行中国了，朋友们。现在下到他们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还有这是后面有后避震的。这边有个后避震，这里是放什么？放电池还是放什么？装饰品。这个是骑行，有这个是有没有电机的？有电机。有啊，这个后轮毂电机。应该这里放电池的，这里有这个包裹包起来了。嗯。电池放在这里。这个是一像个摩托车造型的。对。非常漂亮啊，这个在家里面骑着，真的，这个很霸气啊！别人在街上一看，哇，你这个车很牛啊！
对，它这个电机很大哟，你看到没？电机很粗犷啊。这个、啊，这个、多、这个、多少的？这个500万，350万，500万。我看一下，没有写、啊，没写，没写，这个起码的500万，最少500万。